天又结束了，今天咱们把门窗都给做好了，因为门啊今天刚做好，所以说它这个结构胶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凝结，所以说今天猫咪啊就不能接过来了。咱们今天啊等一下把屋里边给收拾一下，然后给猫屋啊做一些小的布置，明天的话猫咪就可以进到空调房了。其实咱们收拾这间空调房啊也是为了让毛孩子们生活得更好一点，平时健健康康的，少病少灾的，对于咱们来说啊也能省下一大笔开支。所以说这次安装门窗啊花了2800块钱，对于我来说啊，对于咱们农舍的毛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划算的。这会儿呢咱们就先把屋里边给收拾一下，然后做一些小的布置，明天啊就把猫咪给接过来生活了。有人一帆风顺，少年一举成名，有人千锤百炼才得大器晚成，有人家财万贯就在落马出生，有人家住四壁需要奋斗一生。这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外形，每一条路各有各的风景，每个人头顶各有各的天空，来到人间各有各的使命。我们各自努力迎风向前，所有磨砺终成宝贵的曾经，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嘲讽，要坚信自己与众不同。我们各自努力顶峰向前，继续坎坷都是命运的馈赠，泪水后的笑，雨后的天空，风雨之后看美丽。